之前很多朋友说我这件衣服很二，一般带了二的东西都很厉害，战狼二、蜘蛛侠二、谍中谍二，包括今天刚刚发布的 NextG 二代，我左手边的是一代，这边是二代。从外包装上大家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二代比一代的升级，外包装变厚变高了，体积增大了。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拆箱看一下，这变高变厚的包装里面到底是增加了泡沫还是增加了配件。上面有一个快拆的封条，撕开然后打开，哇，先是一个充电的底座，这里有一盒配件，调节扳手，监听耳机，背带的挂钩和螺丝和一代是一样的，然后是一个数据线，充电头，无线麦克风，哇，这个是我们新增的一个无线耳麦，有了它我那些美女卖价就要下岗了。还有这个无线踏板，既可以切换音色，还可以在玩 loop 的时候作为功能切换按钮，更专业更适合舞台。这是充电底座的腿，三角结构的设计让它会非常稳定，加厚的海绵包，做工也是非常的精致，升级为了触摸屏。重量比一代轻了很多，音箱的音量和声压比一代大了一倍。也许会恨你，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，也许不一定，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。打开一瓶红色的酒，看着鲸鱼游来游去，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？说爱我，说爱我，难道你不再爱我？我的泪滴下来，你从来不曾看过，为什么？更多关于 NextG 二代的实用技巧经验分享，请关注我下一期视频。